啊，我听者来解释啊。所以这边啊，佛讲啊，咱那是爱慈善啊，爱修行啊，咱就要放下这个五根的享受啦。啊，未讲啊，这个人啊，搁一直享受五根的享受啊，搁会慈善，搁会进步，伫这个生性的生活的。但是阿妹的车啊，讲个无像啦。阿妹的车讲，那是讲你爱去巴去修行，去正的位去修行啊，你无用的啦，你特别伫波间修行啦。啊，你特别啊，佮特别享受啊，世间的享受了，佮特别啊，会修行啊，那款佫较好了。但是无可能的，你看佛行的路啊，佛唔是讲去波间去修行的，佛入去吹山洞，佛去吹深的巴入去内面正的位啊，修行，修行佮伊啊，谈着了啊，伊觉悟了啊，伊佮出来来度人，那个那爱受罪。有可能那爱恶受罪啊，去关丹的大海后边啊，去应安的大海啊，去恶受罪，未可能嘛，是啊，都点头先啊，是啊，特别恶受罪，特别做浅的罪，浅的罪都修，会晓修了慢慢较深的罪，一步一步咯，都像那款啊，无可能啊，讲一个人做王啊，啥物啊，佫会修行啊？然后第四时阵就讲几句话啦。佛讲啊，第一关的利益是健康啦，第一关的快乐是涅槃啦，第一关的道是八正道啦，因为一切如平安啦，无死了啦。然后佛讲这四句话，这个外头教的嘛，干爹就讲，该好就该佛陀玛尊者，该好就该啊佛陀玛尊者讲这句话啦。第一关的利益是健康，第一关的快乐是涅槃。第一关的道是八正道，因为一切如平安啦，无死了啦。我人本捌听这个啦，我人会师父传落来给我人啦。啊，像安尼款佛陀玛尊者啦，了佛门啦。但是嘛，干爹，你讲如人会师父传落来给如人啦，这句话啦，哈咪是这个健康啦，哈咪是这个涅槃啦。然后这个嘛，干爹啊，伊就说一手啦。所以手啊，然后伊就讲，这里就是这里健康咯，佛陀玛尊者，这里就是涅槃咯。因为我当今健康啊，欢喜啦，无病啦。我停下来解释啊。所以你看，这里人啊，这里嘛干爹啊，伊都无了解佛讲的话，伊都无了解虾米是健康，虾米是涅槃啦。伊只要伊家己欢喜啊，无病啊，啊，伊就是健康啦。要佛讲，嘛干爹，那是讲一个人出世就邪迷了啦。要因为伊邪迷，伊未看到虾米是光，虾米是暗啦，未看到色啦，伊未看到这个青啦，未看到日头，未看到月亮啦。要一个人有目睭的啦，好好的人啦，就甲伊讲啦，先生，这个白下晡真正水啦。这个白的布真正清气啦，啊，如果是清白的布啊，真正水真正清气啦。到这个青眉的人听到人讲白的布真正水真正清气啊，伊就想爱买白的布来穿咯，所以去找啦，伊去找伊去咧店啊去找，然后咧人买这个布的啊，看伊青眉啊，想这个是几位便宜啦。这个人就拿一个垃圾的布啦，旧的布和垃圾的旧的衫啊，和垃圾的衫啦。要甲伊讲，先生，这里是白的布啦，白的衫啦，真正水，真正清气啦啊。了，这一个前面的人就接受咯，接受甲伊买了就穿咯，穿了伊真正欢喜啦。伊甲人讲啦，这里白的衫真正水啦，啊，真正清气啦。要佛门啦，嘛干爹，你想看，这个青眉的人啊，伊接受这个垃圾的衫啦，啊，了伊穿啦，了伊欢喜啦，了伊讲这个是白的衫，真正水，真正清气啦。伊是在讲，伊是安尼看的白的布啊，伊是看到这个是白的布，还是伊是讲这个是白的布？因为伊相信这个人啦。了，马干爹讲，万弟，
伊讲这里是八一步啊，伊唔知啦，因为伊未看到啦。伊是有，伊是相信这里人卖伊这里三个啦，所以伊讲这里是啊八一步尔啦。就佛讲像安尼款物件咧，有人外道教的人啊，请名啦，看无着啦，所以你唔知虾米是健康啦，你未看到涅槃啦。但是如果讲啦，第一关的利益是健康啦，第一关的快乐是涅槃啦。这里一句话是较早的阿罗汉萨藐参普陀讲的啦，第一关的利益是健康啦，第一关的快乐是涅槃，第一关的都是八正道啦，因为伊娶女平安无死了啦。当今呢，普通的人啊，凡夫啊，爱讲一句话啦。但是冇紧啲啊，即系身故啊，是一个病来啦，是一个瘤来啦，是一个钱来啦。钱嘅意思是讲一堵路啦，好路听啦啊。但是对即系身故呢，如果讲即系是健康，我他妈准假，即系是涅槃，如果冇信人嘅见啦，冇紧啲啊。所以你唔知虾米是健康啦，你看冇着涅槃啦，啊停下来解释啊。所以这个外道教的人啊，伊讲伊知虾米是健康，伊讲伊知虾米是涅槃啊。但是佛讲啊，伊想那个咧前面的人啊，去买咧垃圾的衫，相信人讲是白的衫。所以想咧看这个人啊，外道教的啦，伊师傅传落来给伊啊，讲啊的话，伊相信个了啦。但是啊，伊相信，因为伊师父甲伊讲啊，伊就骗啦，就骗那个这里前面的人啦，佛的意思是安尼款啦。了，虾米意思啊？佛讲这里第一关的利益是健康，你经内面啊，这里我解释淡薄啦，这里佛讲的话啦，佛讲第一关的利益是健康，虾米意思啦？啲经里边啊，佛讲啊，啲世界啦，啊，无消嘅人啊，是一个尔啦，阿咩人无消，是阿罗汉啦，阿罗汉尔啦无消，咱个了人啊，本淡薄消消嘅啦，啲个属古嘅啦，咱个了啊，阿咩属呢？佛阿咩无相啦，就系阿罗汉个难。佛讲啊，阿罗汉啊是别。了心的老啦，伊有心的把握啦。咱普通人啊，咱无够个心的把握啊，咱的心爱老啦，心爱老，即个心老啊，真正响的啦。啊，普通时啊，你刮切菜啊，是你扫地啊，啥物啊，你的心直直老啊，直直互你想啦，想东想西，跟你想人讲你啥物，啊，跟你想你。office 里工啊咩啊咩，你想甲你朋友啊咩，直直想，直直想，所以规日啊，咱直直想，上班阿妹咱袂休息啊，咱那是无停啊，这里想啊，咱说袂困个，伊叫做 insomnia 啊，这里人那是想想济啊，阿妹袂困的时啊，一个直直想，直直想，买好你困啊，你就艰苦了啊，了咱就袂停啊，无想了那个有叹困，但是你困的时啊，你个做梦。做梦嗰时，即个心咪闹咯，即心直直闹，直直闹，三摆都困本啊！伊个直直闹，何你做梦？啊，你做梦嘅时啊，啲梦嘅时，你知讲你是做梦冇？你唔知嘛？是啊，啊做梦嘅时啊，想想那个动静啫，你就关你世界浮起来啫。所以佛家人讲啊，即个世界本是想嘅款嘢，动静嘅世界啦，本是实在是做梦嘅。因为当今的世界啊，是咱的六根做起来的，看的精神浮起来，你就看到世界了；听的精神浮起来，你就听到世界的声；味的精神、胆的精神、动的精神啊，这里外的精神啊，让你知外口的世界；了想的精神，让你知内面的世界啊。所以这里六根啊，是做起来这里世界啊。所以咱的心呢，是直直流啊。滴滴老啊，这个世界啊，滴滴无停咯。啊，咱当今咱忙，咱做人啦，白日咱个忙，讲咱做天的人，
诶，咱有听经，有做好啥物啊？把你这路去天也是啊，啊，如果想好都是天也人，实在个了是做梦的啊。所以，因为那款，所以咱的心无健康啊，啊，是阿罗汉尔啦，伊有心的八恶啊，所以伊是真正健康的人啊，所以咱有安尼款的病啦。了解苦观的快乐是涅槃，按照了解啊，因为涅槃啊，一个人入涅槃的时啦，伊的六根的精神停啦，六根的精神停啊，有的人可想按照会感觉到快乐啦。但是佛讲啊，无六根本好啊，那是你感觉到快有这个快乐就是快乐。要按照了解啊，咱困的时啊，有哪款的困啫？啊，咱困的时啊，一款的困是做梦的困。啊，做梦的时啊，一困啊，无阿咩好困呢？本来是梦想者啊，你起来啊，本先闲的那款啊。但是有过一款的困啊，这个梦停去了。这个梦停去的时啊，这是真正深的困呐、啊，困个哈咪本唔知啦。啊，插入处本唔知，这是真正深的困呐、啊。但是这个深的困啊是真正快乐，因为你入这个深的困的时啊，你未记讲有我了，无我就是快乐，有这个我就是苦。所以这个深的困啊，一淡薄像个涅槃啊，但入涅槃的时啊，无我了，啊，伊有过一款的精神，特别伊无我了啊，所以。因为这个深的困难的爽啊，咱起来的时啊，搁想搁爱困个，对啊。因为咱担着一款的快乐，一款的快乐啊，所以安尼款会了解啊。按照佛讲啊，这个涅槃啊，是第一关的快乐。要第一关的多是八正道啊，因为伊传咱平安呐、啊，无死了啊。啥物意思啊？是讲咱若是修这个八正道啊。要咱挂这个我啊，咱无这个我的时啊，那是讲那个佛啊，加伊个阿罗汉道地的人死的时啊，伊无感觉讲我死，如果那是感觉讲我死啊，我就苦了咯，对啊。但是那个阿罗汉的那款啊，伊人知啊，成故死我无死，因为伊人无我了啊，都是成故死呢，这个要叫什么？臭皮囊啊，臭皮囊啊。臭皮的皮的 bank 啊，啊是呢，啊，所以因为伊人无我了，所以伊人无感觉我是啦，了这里嘛干爹，我都教伊就讲啦，啊，我有信心对我的妈尊者啦，我相信讲我的妈尊者会教我这里法呐，和我了解健康啦。好啊，看到涅槃呐、啊，了佛讲嘛干爹，那是讲这个人啊，生出来的时就成灭了，所以未看到哈咪是光，哈咪是暗，哈咪是啊，哈咪是日头，哈咪是月亮等等。了伊的朋友个伊亲戚去找医生来医啦，了咧医生就做药医啦。但是这个医生做药和医本好啊，只这个人未，阁是未看到啦，伊阁是像那款邪门啦。你想看嘛干爹？安尼款啊，这个医生啊，会感觉无满意无啦，会感觉啊嫌无啦，所以讲会啦，我怎么存只？就佛讲像那款嘛干爹。但是我假如这里法啦，假如讲这里是涅槃，这里是啊健康啦，有可能你未了解虾米是健康啦，你看无着涅槃啦，安尼款啊，会互我感觉无满意啦，会互我感觉闲啦，啊，我停下来解释啊。所以你看这边啊，这里外头教的嘛干爹啊，较早伊无信心甲佛啦，但是佛甲伊解释教甲这边啊。伊有信心甲佛了啊！伊袂佛教伊啦，伊要教佛学啦，所以讲啊，伊有信心啊，无怎么尊者会教伊这个法啦。但是因为佛看伊土啊，无够格热心土啦，伊是讲伊有信心尔，伊无讲求甲佛啊，要出家啊是虾米啊学啦。
做佛一讲一拜呢，佛买个假意咯。做佛买个意，佛还是买直接讲买假意啦。佛讲个呢话假路啊，路就未了解啊。那个咧邪门的人，因为伊生出来就邪门了，医生本第一啦。第二拜这里嘛，跟这个讲啦，我有信心啦。我他妈尊者会教我这里法啦，会好我了解健康啦，会好我看到涅槃啦。要佛讲，嘛跟这，那是讲这里人生出来邪门啦，都未看到这里，未看到那里啦，日头还是月亮个了未见到啦。了一听到人讲啦，白一波啊，真正水啦，白一衫真正水，真正清气啦。了一去穿白一衫啦。了，人买伊一个垃圾的衫啦，了，伊就相信这个人买伊的啊，伊就穿这个衫啦，穿这个垃圾的衫啦。了，伊的朋友甲伊亲戚啊，就找医生啊来医啦。了咧，医生就种种的药给伊啦，有的可以抹伊的目睭，有的下底的鼻腔，有的可以吃阿咪啦。过了这个点声啊，这个人啊，煞无前面去啦，煞看会到啦。那伊看会到的时啊，伊就看到讲伊穿这个衫，就唔是白的，就唔是清气的。你看到伊穿这个衫，人买伊啊，安尼垃圾啦。到伊就起方式个，这个人便宜啦，买伊这个衫的啦。到伊就想啦，安尼久啊，我着骗啦。我想一路来啊，这个衫是白的、清气的，但是啊，安尼垃圾的衫伊袂好吧啦。了，伊就起房啊，想要做这人师本啦。所以佛讲想安尼看唔简单，那是我加入这个法呐。了，有可能啊，你会了解这个健康，有可能你看到这个涅槃呐。了，因为你看到你了解的是啊。如的啊，这里爱跟这里贪啊，对这里恶运啊，如的放下啦。也有可能你想啦，哎呀，真正久了啊，我着骗啦，一路来安尼久啊，我的心的骗我啦。也我的执着跟这里色啦，我执着跟这里修想行识啦，这里恶运啦，因为我就执着跟这里恶运啊。有生起来啦，有生起来了啊，生就生起来啦，生起来了，病甲死，有悲苦恼，种种的苦啊，就生起来啦。这里是按照啊，苦甲了生起来啦。啊，我停者来解释啊。所以这边讲啊，佛讲啊，佛哥买安尼快要假意啊，佫可以拖第二拜啦。要第二拜伊托啊，别恶加佛啊，佛哥买假一个啦。佛讲我那是假入这里法呐，有可能啊，你会了解啦。要你了解也是啊，你的在讲咱，你的心嘛，直直骗你啦。啊，咱的心嘛，因为咱的心嘛，一时啊骗咱啦。咱的心做梦啊，和咱看到啊，咱家己当今是人啦。后世咱看到咱家己是。啊，红光啊，是线路啊，是啥物啊？所以这里讲了是咱的心做戏，所以咱的心就是骗咱呐。了佛讲啊，你了解的是啊，你得也要放下这里恶运呐，啊，你也要了解啦，因为你执着啊，所以有这里十二因缘浮起来啦，你执着，加这里恶运，所以你有啦，有了有生啦，生了有老。病死啦，种种的科普起来啦。第三摆，伊个托个佛啦，伊讲我有信心啦，我他妈尊者会教我这个法呐，所以做我的前面的病好啦。啊，当今啊，啊听者，当今啊，伊承认讲伊前面啦，第三摆啊，伊个托个佛啊，别恶啦。了一摆佛就教伊啦，佛讲冇干的。安尼款呐，你得爱接近正的人啦。你参加正的人的时啊，你有通听正的法啦。你听到正的法的时啊，你会晓修行啊，对这个正的法啦。了，你修行对这个正的法的时啊，你家己会晓了解啦，你家己会晓看到啦。这里是病来啦，这里是瘤来啦，这里是
钱来啦。但是这里病，这里流，这里钱啊，也可能灭啦，也可能停啦。这里接触停的时啊，这里无本停啦，无停的时啊，生本食停啦，生停的时啊，老病死脏脏的可本停啦。这里是安怎个了的可停啦？啊，佮停下来解释啊。到这边啊，佛阿妹佛教伊啦，叫伊接近个正的人啦。虾米是正的人？正的人是在人啊，会晓正法的啦。人会晓正法的啊，就是圣人啦。啊，所以佛讲啊，你特别对着咧正的人，所以你有机会听到正的法，你有机会听到正的法的时啊，你就忘有路啦，再按照修行啦。假如修行到一路的时啊，你才会了解啦，了解啊，啊，你袂使啊执着个这个我运啦，放下这个我运啦，放下这个身躯个这个心啦，啊，看会到啊，这个身躯个这个心唔是我啦，唔是我的啦，伊家己升起来，因为因缘升起来，伊家己生老病死啦，啊，咱无把握啦。咱那是成故事，咱那是咱的啊。佛讲啊，咱应该老的时，咱停啦，买好伊老啦。还是咱嫁，咱袂较管，咱叫咱成故较管。但是咱无把握啊，咱的成故跟咱的心嘛，加了对因缘行啦。啊，等人话的人讲，诸法一念生，诸法一念灭。了佛讲个这边的时啊。这里我都教的嘛，干爹的讲啦，该好就过啦，我他妈存家，该好就过，我他妈存家解释这里发展啊，病和难啦，那个哈密多病的伊压起来啦，哈密坎的伊开起来啦，要咱行无着路啊，伊指点咱行着的路啦，啲暗的位啊，伊压一个灯和咱看着明明啦，我爱归我他妈存家啦，我爱归发，我爱归比丘僧团啦。听我他妈尊者和我出家啦，和我修大戒啦。啊，听者啊，你看伊有信心甲佛了啊，伊爱对佛出家啦。你讲伊皈依啊，皈依是佛法甲正，这里正啊，大概是比丘僧团啦。啊，了佛讲嘛干爹，这里人那是下苦对外道教的啦，了伊爱对咱的法甲律出家啊。伊特别来试看四个月啦，四个月内面啊，那是在 BQ 啦，在出家人啦，我伊甲伊啊，伊人会可以出家啦，会可以修戒啦。但是我本是看人啦，了伊讲问题，那是在下苦对外道教的啊，爱对即一个法甲律出家，了特别啊来做沙弥试看四个月啦。我甘愿啊来做沙弥啊，可以人饲我四年啦，四年过后那是伊人满意甲我啊，请伊人互我出家受大戒啦。了佛看伊安尼有信心啊，佛就马上可以出家啦，时阵可以马上出家，可以受大戒啦。了伊对时阵学啦，啊，甲在别哩长老比丘学啦。了过了一个点声啊，啊，可能几年啊，伊家己修行啦，大一个位啊，骨力修行啦，了伊所了解啊，啊，来谈到这个生生生活的目标啦，了伊再讲生灭了啦，生生的生活过了啦，阿咪应该做的做了啦，无个再来啦，了嘛干爹尊者所成阿罗汉啦，啊。所以这个经讲到这边，所以这个经啊，你看到啊，真正有意思的经啦。啊，这个外道教的人来啊，大家爱无信心甲佛啊，要佛解释互伊听啦。讲这个人普通的人，那是讲爱享受这个世间的享受啊，是一款的病啦，那个太过的人啦。啊，但是太过的人本会医的啦。嗯，所以啊，佛讲那是。这个人爱修行啦，
心爱定落来，特别放下这个五根的享受啦。啊，那是一个人爱修行啊，佮无放下这个五根的享受啊，无可能啊会成功啦。啊，了啊，阿妹佛哥甲伊讲啦，啊，那是汝爱啊学这个修行的路啊，汝爱接近这个正的人啦，会教汝正的法的啦。了，汝学着正的法的时，汝就望有路修行啦。啊，了，汝修行着的路的时啊，一日汝会了解啊啊这个法啊，了看到涅槃啦。所以讲到这边跟咱日呢，咱请在心欢喜跟咱呢。